很开心大家就是可以今天就是关掉家里所有的电器出来，就是到这边，其实这样也不错啦。但是就是像我平常就是为了省电就不要开冷气，只吹电风扇，这样好像也算是有就是尽力一点点。那虽然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很难就离不开电器，那你一早上一起来就是要被你的手机叫醒，对不对？那你出门在外是一直要看你的手机。好，没关系，就大家可以聚集在这边真的是很棒啦。下一首歌，是，你要讲话吗？好。好，那下一首歌是歌名叫做《反》，然后这首歌是为反核这个议题写的，大家听看看。